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人类的希望，久别重遇的战友，这是打主角卡的任务。可以看到我的队伍非常的奇特，没错，因为第四关的肖恩有越战越强的特性，所以我准备了这只蜜月兽，再搭配上永生之翼灯，中间最好是纯色，因为用来除夕地会比较好除。好，中间用纯色。好，现在为大家来测试。当然可以的话，先 K 掉一只啊，只是力道可能要稍微掌握一下。我来试一下。嗯，非常坑爹，很弱，非常弱的攻击力。哦，那可以尽量打了。哦，这样单体攻击啊！哦，因为我们可能担心说兽对到兽爆发，在第四关肖恩的时候爆发没有超过50000以上，很难讲啊，因为未必每个人都有纯色队啊，所以我用这样的队伍来通关，主要是测试，看这样通关是比较稳定。我可以看到攻击就还好 ，combo 数上去就很强，而且血量是出乎意料的，有20000多的血，所以可以慢慢玩没关系。好，主要你只要把那个秘兽的 CD 除满就可以了，所以你要怎么打随便。应该除了第四关以外，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。这样过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，因为我刚一开始不晓得越战越强，结果没有料到没有办法把那个魔神之剑干掉，反而被魔神之剑 KO 掉了。我看一下，还有9回合，所以我现在慢慢先除 CD 就好了。基本上这边除完 CD， 第四关开机下去就随便打了，这样的队伍稳定性还蛮高的。哦，队友是搭配那个满等的一灯，所以回复力很够。哎，靠，没转到，1000多而已，怎么少啊？哦，我超过了，比较奇怪，因为我血没扣到那么多啦。还没除满哦，我看暗狼跟着快除满了。好啦，现在就可以转快一点了。哦，因为永生之一灯的恢复力也蛮够的，所以基本上不是问题啊。再加上，1000多，我是不是又看错了？我刚看不是补很多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有转心啊，他补1000多而已，怎么少啊？哦，第一关 CD 就除满了，接下来就一直冲过去就对了。我会先打中间吧，他2连击。也还好，1000多而已。在苍魂攻击力2000多还 OK。哦，转注也不用太
高超的技巧啊，就是三到五左右应该就 OK 了，因为我平常就是三到五，很平民的转速这样。到了比较有问题的关卡，肖恩这一关，哦，通常有了这一只之后就没有问题了。有蜜月之后，就是可以安心的去度蜜月了，跟他 say goodbye 吧。Say goodbye， 对吧？这一关就变得好轻松了。然后后面关卡就随便打。哦，由于我们五回合都可以爆发一次，哦，我的黑狗摩羊都 CD 五了，所以 CD 五随时就可以丢了，那都无所谓了。哎，不用担心回血回不够啊，这样打法的稳定度绝对是够的。哦，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黑狗，没有摩羊啊。有可能会没有魔羊、没有火狗之类的爆发队伍的话，用这样方式通关就是可以稳稳的过了。啊，因为我有魔羊的话，只是比较快而已啦。因为在第四关肖恩的时候，你假如爆发一个不小心不够，没有到七万，因为单一只要到七万以上。哦，这是稳定性的打法的队伍啊。看一下这一关邓肯，哎呦，我会先打我，还好 ，CD 一耶，那就是一样，稳扎稳打就对了。哦，由于血量还蛮够的，有一灯跟。暗狼的加持，哦，这个是比较适合没有爆发的玩家啦。有爆发，又把我一回合爆七万以上，就没有必要试这种队伍，会比较慢一点点。因为你有爆发的话，再用这样队伍是有点浪费时间。好，我是要示范的。对啊，搞不好我也抱不到啊，很难说啊。第七关了，双体共生哦，这个也要共生哦。白魂是三滴血，那就先 K 他，先把他 K 到剩下一点点血。比较棘手是白魂啊，说真的，因为他 CD 一而已，所以我一定要瞬间两只都秒杀，所以我暂时是没有爆发哦，先存一下 CD。哎呦喂啊！好，这时候爆发一下。哦，这关还好，失败没关系啊，攻击力不是很大。然后这一关是强化盾的话，男爵先把，哎，这男爵是吧？
哦，对，赖宝宁，我会尽量做五连呐、啊。没有五连，我就可能就不出手了。那攻击力还好，因为他在对我们来讲，这样打我们有一灯补都 OK 啊。强化出要记得了。桂林，啾啾啾啾啾，看一下，这只4000多比较痛一点点，好，先 K 他。嗯，为什么都一滴啊？哦，他大于5 combo 啊，没有注意到，那就是挑战我手速的极限，3到5 combo， 所以你现在至少要5 combo。啊，奇怪，怎么都一滴？刚没有注意看说明。天降一个，哦，对啊，3到5，我4的话要靠天降。哦，最后一关了，这关也很简单啊，伤害6000多而已，我20000多的血，开玩笑。血先给它吸下去再说了。哎、欸，强化盾呢、欸？哇，吸没有用。哦，你血也、欸、没有注意到。哎呀，刚可以连五，没有注意到。好吧，新珠留一下。6000多的攻击力还 OK。杀猪可以清一下。哦，因为我们有一灯在了，所以打起来压力不是很大。哎呀，我的强化珠被消掉了。可以看到那个坑爹的那回复力。多炸猪啊，是怎样？炸猪全部清掉。啊，因为他血只有20几万，也还好。哦，一灯可以开来，就是不要浪费啊，反正有技能就尽量放。怪了，找一下五连的啊、哦，先点一下再说。
哦，如果没有爆发的人，打会比较久了，可是还是很稳定的，就是慢慢降好，慢慢降好而已。我的强化珠把我消掉了，自己再做一个了。好吧，送他回老家。Goodbye。不过这张卡我用不太到，多送一张无所谓啊。好，以上这就是人类的希望，从巨的同伴的打法测试。好啊，这个打法比较稳定啊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